接下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，我们拿上道具。好的，画板为你准备好了，方便吗？签个名吧。签个名啊，也就是就不能算产品吧，护肤产品。先签个名哈。好嘞，已经开始了是吗？你不是很那个30秒吗？啊，现在已经过去10秒，来。那同时的话呢，我现在看到秘密已经画了一个长方形，哇，这个有点太好猜了吧？你这个有点放水吧？我觉得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好，画好了。可以，好，我看有个尖尖的盖子。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能猜出来？这个是挺难猜的。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来，接下来时间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秘密话筒交给你。挺难猜的，大家尽量猜吧。我说句实话啊，我们来打个特写。秘密，你这个真的有点放水了，我感觉。真的吗？没有。对，真的有点在放水了。来，我看一下啊，也是算是宠粉福利了。我画的是一个奶瓶。挥之不去，月亮眨眨眼睛，把你放在手心，拿起鸽子说出去，又怕你假装听不清，叮叮当当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，就等着你呼吸决定。